天这位小美女说要去干嘛？也有，她要去游泳，非要拉着我们一家人去。然后我老妈都开始在收拾了。可是我没有衣服啊。穿我的吧。你有什么衣服 ？T 恤。能 T 恤能。能穿。能穿。你放心，不是我这种孕妇装啊。穿呀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去看看。去看看，去看看。坐吧，坐吧。是什么嘛？穿这个，这啥子衣服？我进去之后，我全是你的衣服。我一直扭着去的。我的衣服啊！我第一次见，我意思是到时候穿那个衣服会不会飘起来？这个衣服直接浮起来。穿个紧身的，我不得有。来看看，这个是抓在洗脸的啊、哦！他给我准备的，这什么呀？泳衣啊，反正去泳衣还反正去，我怕我到时曝光。没有，他应该是那个保护的。姐妹，老一点做我，没得事，没得事，没得事。我不穿啊！我不穿那个衣服。姐妹，化妆了，没事，你曝光了。要不回我给拿上了，不是？哇！找了半天，我给你找条泳衣哈，还是？哇哦！这下高兴了噻？高兴了，不用穿这个烂不丁丁了。走吧，出吧，出吧。啊，你不用你了。等会儿，我欠你们。你有钱啊？我有。多少钱？我看一下。这么有钱啊，一百块钱呢。你好像很激动的样子，月月。这么激动。我终于飞起来了。谁牛？出家成功。真的呀？好吧。买奶茶。嗯，五个元一人杯，你不喝？我不喝，第一，我和我妈喝了都要长胖。哇，杨枝甘露可以喝哎。但是姐，你们一天就想得成一杯。西瓜波波。就想喝那些。就看那个。这个喝了，其实喝那个不得长胖，你到时候选无糖、三分糖就可以，嘎。嗯。喝这种不得长胖的。开始。我感觉这儿好有度假风的感觉哦。对，这样最安逸这个地方。我好想去度假哦。我也想去啊。哎呀爷，小女儿，我要叫企鹅呀。哎，收到。我要穿件泳衣。哎，走。走吧。啊，我妆都给我弄花了。喝一杯柠檬水，这颜色好漂亮呀！走吧，去吃饭。走吧，走吧。车子来了，这儿，请上车。怎么又是电车？我要晕电车。随便。没挖鱼头啊？可以。那行吧。这个是不想吃串串，太热了。是没挖鱼头现成的嘛？有电呢，还有电呢。啊？没事。坐吧，我们坐一起。我看看。点牛筋哇。都可以。是不是放那点？不要。啊，要不要？放点好难吃啊。就吃完吗？开始吃饭喽。谁喝这杯牛筋的是？是一个青蛙，慢点姐。请我们吃没有一头。啊，好大一个娃娃。今天晚上老板请客。鸡肉腿。你为啥子请我吃饭呢？因为换工资。哦，厉害厉害，可以嘛？你说请你吃顿饭噻，高兴下嘛？要得，比较让我的喜悦。还可以嘛？好吃，说那个可以，今天可以，我不要了，你光说，你喜欢吃？哎，你们老师要的。都是素颜的一天，我的天呐，皮肤好糟糕呀！给你们看一下今日份的穿搭，一个白色的维尼白 T 配了一个卡其色的短裤。我记得前两天发视频时候，我发一期视频，在粉丝们吐槽一期。当时我看到哈那些评论哈，我都怀疑人生了，我甚至觉得自己衣品真的有问题。后来我才发现哈，可能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穿的比较随意的风格，然后突然换成比较紧身的呀，包臀裙呀，就是你们看到一点不习惯嘛，所以说就让我一直穿那种风格的衣服哈。然后已经变回到以前的小风了，给你觉得这身衣服怎么样吗？好不好看吗？有时候还是感觉简单最好看。
突然发现我瘦了呢，但是我感觉我体重没变了嘛，可能是肉变紧致了。先喝一下。哇，好奇妙啊！可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，为你解冻闭合，为你做一切。其实我已经有3天没化妆了，因为我的皮肤最近长痘痘了。为你唱这首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可仅仅代表着今天就用这个眼影盘。这眼影盘真的好耐用哦，用了3年都没用完。画我惨就用这个盘，我用这个颜色红棕色。一下就有卧蚕了，因为本来我其实本来就有卧蚕的，这样子画的话它更加深一点点。然后像这个白色的涂上去，哇，就有卧蚕了，修了这个。算了，你平时想看一下我有哪些化妆品，今天就给你看一下吧。这个是高光和修眼贴的。最后到了一个腮红，这个腮红都快被我用坏了，但是真的好好用啊，很元气上面。最后是口红裸色调的。为你唱这首歌，你有什么风格？这口红就是我的本命口红，因为我是个深唇色，然后你这个的话就还是不知道很荧光，很好看，我觉得。为你做一只捕获的飞蛾，你有什么事？最后再用这个，在我书上买的，这个是素颜霜。因为之前我都爱涂脸色号，现在我要化妆，我就会把脖子来涂了，它是可以当一个身体素颜霜使用。一下就白了，它也不会把衣服整脏，强力给你满一些，一下就没有色差了，脖子到脸上。然后再贴一个双眼皮，因为我这个眼睛它是双眼皮，但那边它是肿起的，就没得呀，看起来就很难看。好了，我已经化好妆了，就看起来就是跟没化一样。实际上我是整个全妆都化完了，你没看到过程了噻哈。真的很佩服我的技术啊，超好看。给你们看一下整体的样子，好满意今天的穿搭，大家看起来很有一口风，好看好看。还有一个昨天晚上吃剩下的手撕兔，一个人真的吃不了多少东西啊。这是我刚刚煮的玉米，但是它水太烫了。说实话，这个手撕兔要下饭才好吃，我没有煮米饭。随便吃吃吧，一个人。还有12根，因为朋友们喜欢12根的。我以前不喜欢12根，现在感觉挺香的，川渝人的标配。看一个，不错。像下雨，我好想住你隔壁，想站在你下楼下弹起头，好香啊。